好，驹哥要吊单杠上去看老婆，好，再傻也知道不会看老婆嘛。要，因为有任务。他身上有五只动物，总共几只脚？哦，妞妞乐，准备开始，开始啦！来来，好，先四只动物。好的，全体请注意，右手在绿色，左手在蓝色，左蓝，右脚。在红色，右脚在红色，右脚红色，左先右脚在红色，懂完，哎呦，左脚在蓝，绿色，左脚好难，左脚在绿色，哎，不能起来，啊，好难哦，有了，好，这是测试 Vicky 姐吧？啊 ，Vicky 姐。Vicky 姐在抖了，老抖了，右手在黄色，这是在测试谁？左手在红色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可以随时，你不赶快上来看啊？哎，我们先，哎，你好，好累哦，别打架了。左手在蓝色，下去了，我看不到啊，看不到。右脚在绿色，驹哥加油！我只看到蛇。加油！左脚在红色。哎 ，Vicky 姐，你要翻过来，你脑袋才看得到。翻面要翻面，想办法翻面。右左手在蓝色。有吗？有没有了？手在蓝。右手在黄色。好，转向了，驹哥，驹哥，好，驹哥要看，驹哥快转，左脚在红色，左脚，他有在看，他也转去了，右脚在蓝色，不要这样欺负一个老人家，我拜托你，右手在红色，哎，这个画面拉低，太可怜了，哎，你老公在受苦，你赶快摆好 pose 啦，我也在受苦。好，左手在红色，有，右手在黄色，啊，你一定要交叉嘛，你这里有可能，他交叉另外一边，左脚在黄色，右脚，哎，给他骑上去了，要不然没办法，骑上去，好的，时间。驹哥快去了！驹哥 ，Vicky 身上的动物总共几只脚？啊，这样好了，你可以，你告诉我们总共有哪些动物就好了。动物就好了。我只有看到猫，猫，蛇，八哥还是鹦鹉？哦，鹦鹉，鹦鹉，就鸟类，就没有鸟类，没有鸟类比较少，四只脚。看到别人的，你为什么眼睛里面有泪？就三种，哎，就看到三种，我就看到三个，我其他都是可妹，是，对，都是可妹。蛇，而且，哎，你们看这个屁股，你看蛇，哎，鹦鹉了，好了，那算60分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60分 ，OK 啊 ，OK， 来，回宝座，谢谢，辛苦两位了，谢谢，两位很精彩，对不对？